你的作品表达很棒，比我拍的好多了。但是第二个链接的提取码是什么呀？他不会设置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奇怪的提取码出现吧？不会是他的微信？可以加好友吗？哇，可以，简单直接。好友吗？烂招。啥？什么词？刚刚出现一个。现在小孩真会玩。现在小孩真会玩。让童话想不到的是，第二个文件夹里并不是素材，而是自己之前发布在网上晒自己工作状态的照片。这位女粉丝不但精选出了自己最辛苦的几张照片，还用可爱的手绘为照片中辛苦的自己送上了各种小小的温暖。这瞬间让童话把遗失素材的沮丧抛在了脑后，也对这个名叫一百的女粉产生了好感。在我这里爆狼，我很不好。我也是，我接受不了，完全接受不了。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个 yes 假的那个前提下。我对他这个 yes 不 OK， 烂招的那个我是不 OK 的。我觉得在提取码的这样一个设置上面，他至少挺用心的。这个倒是也是让我眼睛一亮的地方，因为你打的时候你就把直接就把那个画就拼出来了嘛，啊，这个感觉是挺好的。